再来第二题 ，Number Two， 用过去式助动词，它来助动词 did 来帮助一般动词，它来帮助本动词，形成否定句，它来否定；疑问句，它来疑问句，跟肯否简答，它来简答。那这时候要注意的是，助 V 后面要加 VR， 它来助 V 加原形，助 V 加原形。再来下一个 B 要复习到的是成语过去式，它来过去式，连用的时间副词，它来时间副词。所以记得英文里面跟地点跟时间有关的通通都是什么词？通常都是副词。地方副词，时间副词。 Linus 口罩好，来 Number one repeat after me. Ago 的用法写在右边空白处，写一段时间加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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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例如，什么叫一段时间？两点是不是一段时间？不是，不是，两点是特定时间，几点几分都是特定时间，几月几号也是特定时间，星期四也是特定时间。你如果说Phil，我也可以讲两点之前，对，可是是另一个讲法，你们之后才会学到。现在你们学到的 ago 这个之前是要用一段时间去加，什么叫一段时间？五分钟、五秒、五小时、五天、五个礼拜、五个月。所以上面有例子，第一个两天前怎么讲 ？Two days ago， 还有 ago， 还有前。再来三个礼拜前呢？3 weeks ago， 还有 ago， 还在前。再来4个月前呢？4 months ago， 还有 ago， 还在前。再来第二个是用 last， 还在 last。last 代表上一个，它后面是加名词，后面是加名词。所以举例来说，昨天晚上就是上一个晚上，怎么讲 ？Last night， 还在 last。再来上个礼拜 ，Last week， 还在 last。上个星期天。Last Sunday. 还在 last， 在去年。Last year. 还在 last。好，那 number three 就是刚提过的 this morning， 还在 this morning。来，我今天早上八点在学校。在的话是一般动词还是 be 动词 ？be 动词。在有动作吗？没。在没有动作啊，所以是用什么词 ？be 动词啊，是用 be 动词啊。So， 来 read the example， go。I was in school at 8 o'clock this morning. Was 上面写 PT， was 上面写 PT 代表是过去式。再来 at 8 o'clock 上面写有小，画一个箭头到 this morning 到大，画一个箭头到 this morning 到大，所以上面写地点 slash 时间排序，地点 slash 时间排序，不论是地点还是时间的排序，都是由小到大。地点 slash 时间排序，英文里面就是由小写到大。地点 slash 时间排序。没有那个超声。地点 slash 时间排序就是由小到大。女的有小嘞，大哥。有小嘞，有小嘞，有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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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好，来 ，next line，number four。Yesterday， 他来 yesterday， 就是昨天嘛，这没什么好讲的。来 ，read the example， 念例句 ，go。It was cold. I was hungry. 就是叫你选一个念哦。还来 was， 还来 yesterday， 还来 was， 还来 yesterday。再来讲到的是 before。before 就是加特定时间。哦，这里没有特别教其他的，这里就教两个例句、例子。对不起，不是例句，前天或前年，这个刚各位第三册就已经上过。before 它一样要由后往前翻。所以昨天之前的那一天是不是前天？所以前天要怎么讲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画以后往前翻的箭头。I like before， 当然是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那个 before。好。I like before， 画以后往前翻的箭头。Before 上面写之前。
highlight before 画以后前方的箭头，没关系，上面写之前。Highlight before， before 在哪里？ Before 在哪里？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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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Highlight before 上面写之前，画油画往前翻的箭头。再来前年呢？ The year before that。后面省略掉了。Year。所以 the year before last。Before last。Last。来一样 ，before highlight 画油画往前翻的箭头 ，before 上面写之前，再来后面括号写 year， 后面括号写 year 代表 year 被省略了，代表 year 被省略了，是吗？好，来 next line C， 这里呢不只有一般动词，还有 be 动词，哦，来第一个 C be 动词的过去式，它在过去式。只有两个，哪两个 ？Was 跟 were， 所以谁的过去式是 was？ Was。Highlight was， 谁是过去式是 were？ Highlight were。来，所以变 I 进去也会配 was。We you they they were， OK？ 好 ，I was highlight was， she was highlight was， he was highlight was， it was highlight was， you were highlight were， we were highlight were， they were highlight were。再来，助动词也有过去式，它的助动词。Do does 的过去式是 did， 那所有的主词都配同样的过去式动词或助动词。好，那再来 have has 是一般动词，上面写个 verb， 写在 have has 上面写个 verb， have has 没有，上面写个 verb。再来 verb 的过去式就是 verb ed 嘛，嗯，那有规则跟不规则吗？ have has 是不规则的吗？变什么？ have， had 上面写 verb ed， had 上面写 verb ed。I had 上面写 verb ed， 代表是过去式动词，过去式动词。好，来下面我有过去式要怎么讲 ？I had。I had， 你有 ，you had， 他有 ，she had， 以此类推。所有的主词过去式的一般动词都是配一样的。来，跟着配第二页。哦，这个有配有。再来，动词的发音规则 ，ed 的发音规则，第一个规则，还在规则。一般动词的过去式它在过去式，就是字尾加 ed， 它在字尾加 ed。所以如果字尾是 e， 它在 e， 则加 d， 它在加 d。那字尾加 d 或 ed， 它在 d 或 ed。读法为此，它在此，什么时候？字尾是无声，它在无声。下一行字尾是无声，它在字尾是无声，则 ed 发此，它在 ed， 它在此。口诀无配伍，还有无配伍。好，哪些是无声子音 ？You read。特，没有特。看上面，看上面。You read。Go。哎，可可复四四续续和。加 d 或 ed， 它在 d 或 ed， 则发特的音，它在特。如果你们这么不开心，连还没到七点半。哦，就要开始都没声音了，那没关系，我们就直接上到八点半。然后我没有啊，冰山的，不是，上面开始。First one jumped， 它来 ped， 它来 t， looked， looked， 它来 ked， 它来 t， left， left， 它来 ghed， 它来 t， washed， washed， 它来。最后一个 ，repeat after me，watched。watched。所以不要念 watch it， 很多人都很顺口这样念，然后 try again watched。watched。好，最后如果是不是最后下一行 next line， 字尾如果 e d 或 e d 什么时候念的呢？它在的，字尾是有声的时候，它在有声指音，则 e d 发的，它在 e d 发的。好，口诀就是有配有，它在有声配有声。smiled。Everyone， 还有 LED， 还有 O， opened， opened， 还来 closed， closed， 还来 cleaned， cleaned， 还来。那如果字尾是 T 或 D， 还来字母 T D， 则加 ED 或 ED 或 ED， 还来加 D 或 ED， 这时候念 it， 还来 it。
所以字尾 TD 变 it 的，还来字尾 TD 变 it 的。Wanted. I have TED. Point. Pointed. I like. Need. Needed. Number two, 下面。如果字尾是子音加 Y, 它在子音加 Y, 叫去 Y 加 ED, 它在去 Y 加 ED。那两个孩子会打架必须塞掉一个，这你知道。那再来 next one, study.它在 y， 都是子音，它在 d 跟 y， 不好意思，它在 d 跟 y， 它在都是子音，所以去 y 它去 y 加 ied， 它在加 ied， 那有时候 feel 加 ied， 母音算什么？母音算有声子音，所以你的 ed 就会念的 ，understood？ 所以你的字尾如果是有配有的时候，不只有有声子音，还有母音也算有声 ，understood？ 好 ，so repeat after m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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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y。它来 IED， 再来右边还有一个例子 ，try， try， 它来 Y， tried， tried， 它来 IED， try。那如果字尾是母音加 Y， 它来母音加 Y， 则直接加 ED， 它来直接加 ED。For example， play， play， 它因为是母音结尾，所以直接是 played， played， 它来 played 的 ED。那再来，关于重复字尾也是一样的规则，如果子母子就一个音节，它来子母子。而且母音又是 e o u r， 它在短母音 e o u r a， 则必须重复字尾加 e d， 它在重复字尾加 e d。For example， repeat after me， nap， 这个字你们没看过 ，o 写 r，o write down r，o write down 音标 r，a 对，三分像小写 a 那个 r， 啊，来来 o， 来来 o，go on nothing。Nothing. 它来 DDED， 它来 DDED。Next one， kid。kid。这里不是小孩，这里当动词是开玩笑。Kidding。kidding。它来 DDED。那它的规则一样，有配有无配无，字尾 TD 念一个，所以你前面两个看到都是 D 嘛，所以才念 did。那再来 next one， jump。jump。个咯，所以没有 it 咯 ，jump 的。jump。它来 GGED。它来 GGED， write down 个的， write down the phonics， 个的。Next one， shop， shopped， 它来 PPED， 它来 PPED， write down， shop， write down。Next one, stop. Stop. 刘老师麻烦。Stop. Stop. 他来 P P E D， write down. P P. 老公。Who needs it? Nothing. Oh yeah. Okay. Next one, I'll be there. I'll be there in 2 minutes. Give me 2 minutes. Next one, drop. Drop. Drop.它来 PPED， 一样 write down， 一样 write down。好，最后一个不规则变化，它来不规则，不规则英文怎么讲 ？Irregular。没有 g。Irregular。Gu， 得得得。Irregular。Irregular。好，不要看到想难念的 g 就想念 g， 只有 g e、g i、g y 这三个 g 才念 j。不要一看到 G 配母音就想念 G 了，个 ，so irregular， 它的 IR 代表是反面意思。好，来 ，let's read， go went， go， go went， where， 好好念我们就结束了，不好好念我就让隔壁继续等没关系。Where， try again， go。Boss O U 写到半圆的 O， Boss O U 写半圆的 O， Go on。Today. 今天不要上 GPT， 不然
Steven, 把考试传到群组。You may leave the meeting. 拜拜。Victoria, 记得把考试传到群组。See you next week. 拜拜。